你是一男一女吗？一男一女。你对儿子和女儿的态度有差很多吗？就是女儿亲生的，儿子捡来的，就那个程度了。你不要这样吗？我真的是这样的。他们说就是一定要平等。你会是你儿子心目中的偶像？是的，但是我是觉得，如果儿子你做个男人，你长大了你。就是爸爸对姐姐的那一点点小偏心你都接受不了的话，当然接受不了了。那 你还要面对外面那么多社会上的乱七八糟的人，还有那些女人对你的假心假意的偏心算什么？那假心呢？那还有那么多人呢？他太小了。从小让他坚强。哎，所以你们做爸爸妈妈的人相遇了，然后听到彼此的管教方式不同，你们是懒得干涉对方了，是不是？其实还好，因为每个人家里的状况不一样。你如果觉得你那套方式对你的孩子比较有用，那你就按你那套方式来。我也不想把我的思想强加给你，对吧？所以摇铃代表集合，还有睡觉吗？那个是为了保护我的事业嘛，让我还真的我还能出来赚钱。因为他疯闹的时候，你怎么喊他听不见的？他们沉浸在自己那种欢乐的世界里面的时候，花花万物常年陪伴。每周二在优酷不见不散。